果说你唱歌存在跑调问题、节奏不稳的问题，我建议你可以跟着我反复的去练习这一段。记得我们需要打着拍子去练习。好，准备好，一、二、三，走。哆嗦啦啦啦啦嗦哆啦啦，哆来咪咪咪来哆咪来来，来咪哆哆哆啦啦嗦咪，咪嗦啦啦哆西啦嗦啦啦，咪嗦啦啦啦啦嗦哆啦啦，哆来咪咪咪来哆咪来来，来咪哆哆哆啦啦嗦咪，咪嗦啦啦哆西啦嗦啦啦。记得先跟我练习十遍，然后放着伴奏自己唱，看一下能不能解决。如果说能够成功的自己唱会的话呢，说明你已经进步了。如果说自己还不是很熟的话呢，建议你可以多唱几遍，20遍、30遍，反正只要你多练习的话，一定可以进步。